妇女星周迅近期出演了新剧《不完美受害人》，该剧切合全市性侵议题，是很少见的故事题材。而周迅在剧中饰演的律师林看，是为嫌疑人辩护的律师。他透露这部剧的台词是目前背的最艰难的一次，他必须一字不差的把法规和法条完整的念出来。拍摄现场请来了法律顾问，以确保台词的精准度。因此他只要一有空档，就会努力记台词。编剧也表示，律师的辩护词都有显示在电脑的屏幕上，剧组也准备了提词器，所以工作人员都建议周迅可以把难的部分放在电脑看。没想到在一次的彩排中，两页满满的六分钟台词，他却如行云流水一般，一字不差的背出来，而且过程中没有受到冗长的台词影响，全程都专注在表演上，连一旁的法律顾问都看傻了眼。不得不说，影后的实力真的毋庸置疑啊。